如果上班时间老板主动让你看电视，你愿意吗？说近日河南一公司每天都组织员工集体带薪观看一档新闻节目的重播，要求每次都得提交观看心得，缺席罚款100元。公司称此举是为了让员工及时了解医药行业的信息和动态。要小编觉得呢，这个规定就非常的不人性化。依我看，领导还不如组织集体刷刷微博、刷朋友圈呢，那才叫一手资讯、保证消息来的新鲜。